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我老公呢？他没事吧？啊？你怎么回来这里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们都已经离婚了，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。既然他过去这五年全部都忘记了，那你就趁机改造他。每一次我去你们家看球赛，你都会把家打扫得一尘不染的，连一根头发都没有。我什么时候跟他成为好朋友的？我明明记得我不太喜欢他。我们以前吃饭的时候都聊什么？我们以前吃饭不太聊天。这个耳环是我的吗？我女朋友的。你好，我是莉莉，爱的女朋友。怎么能得罪人？不要乱动。我们两个之前已经闹翻了耶。我们也闹翻了。你上辈子究竟欠了何曼什么？为什么他这一辈子已经跟你离婚了，然后还要搞一个失忆？很多事情永远都想不通，想不通为什么一睁开眼你就不是我的了。有些人千万不要放弃我。有些事有些梦还找不到谜底，有些话越欲言又止就越深。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开始吗？让我们靠近，想悄悄告诉你。